10月30日，黄子佼、郭书瑶、炎亚纶、邵雨薇等明星出席某杂志30周年展览活动。黄子佼就表示自己近期是时尚活动的综艺圈代表，私下喜欢挑战，对衣服款式、造型、性别都不设限，甚至买过童装的包包，自称是综艺咖中最时尚。这一年也给了我很多启发，好多事情你现在不做要等什么时候，有机会就去做。所以对于时尚这一块我非常非常的无极限。我是综艺界最时尚的人吗？是。郭书瑶今走帅却以性感兼具的风格，以黑色亮片西装内搭小可爱晒出好身材，并搭配较少尝试的时髦造型，透露最近最想做的大事就是在明年出一首单曲，之后自己想要展现坏坏的一面。我平常可能不太会穿比较帅气的样子的服装，对啊，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，就有点酷酷的，然后你们说辣辣的，咦，觉得开心。炎亚纶今晚数偏分，穿方块毛衣温暖舒适，身穿厚底靴，身高瞬间上升10公分，台北报道。